女嘉宾，你知道我的爱情宣言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有腹肌的女生最令我心动。好多人就问我为什么你那么执迷于有腹肌的女生。其实我之前在见你之前，我一直都在想，一个美好的躯体才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但是你整个在台上那种自信自然，我第一回看到。所以看到你以后，我就觉得有趣的灵魂是可以独立存在的。反正我是非常喜欢你这种自信的女孩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减肥，因为我最近我也在减肥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从200多斤练到减到有腹肌。我觉得只要人需要有毅力就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向自己的梦想去努力，所以你愿意带我走吗？你唱这首歌，你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你的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。今天我来的目标就是很明确，就是想跟李梦然进行表白嘛，所以说就能一起下去，因为我觉得一会儿我还是要向我的心中男生表白，但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能够有勇气来到台上对我说这些。那祝福你了。就才好几分钟。